麦当劳 BTS 限量套餐好吃吗？刀烫烫刚送到了麦当当 BTS 套餐刚送到了，哇，看一下，听说现场的排队又排不到啊，不会，我们叫 Uber E 马上就送到家了。看看盐辣酱还有啃琼酱，我们来开箱一下好了，来开一下这个盐辣酱，哇，韩式辣酱，这个吃起来有点辣辣的样子。来，来沾一下薯条，先开动。嗯，是真的蛮辣的，但是没有到非常辣，还可以，还行。好，我看一下我的鸡块，我们来沾一下鸡块好了。然后鸡块哦，沾满满，有没有？来喽，来喽。嗯，蛮香的，可以可以，尝鲜啊，真的是尝鲜啊，跟之前的糖醋酱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开这个啃琼酱，来，鸡块啊，直接沾满，来了来了，我直接吃了。哦，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它是那个芥末，有点像蜂蜜芥末，然后它有点辣味。看那个标签是有写有加一点辣油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再沾一下这个蜂蜜芥末哈，蜂蜜芥末这个是很琼酱，再加一个辣酱，试试看口感怎么样好了。嗯嗯，酸酸甜甜又辣辣，还不赖。酱长露出了奇怪的笑容。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酱一起沾还蛮到位的。好，再来是看我的超大炸鸡，这是完全塞不进去耶，塞不进去没关系，多塞一点，它只有沾到一点点而已。好，这样我先吃一口看看。哎呦，它的皮好厚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，皮超厚的啊。我们的甜辣酱跟啃琼酱介绍完毕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想要吃呢，想要吃的话快去麦当劳排队吧。Uber E 的话是马上就送到家了，应该是要等吧。先这样咯，各位拜拜。